我还有90个要砍呢、欸。我们来等雨停吧。等雨停，等雨停。雨停有说要来吗？雨停，雨停聊天是有雨停吗？雨停。雨停有、欸、真的有人上次就是有雨婷真的在我的聊天室打字哎、欸，叫我吗？有啊。这楼梯没办法，我刚对了老半天都对不好啊，算了，不然要拆要重盖吗、啊？也不都没有木棍，也不是不行啊，都没乌龟，可是要怎么拆掉啊？哇，好需要木棍。阿基快捞一千回来了、欸，真的？环游世界？哎、欸，他说不能清哎、欸，哎、欸，怎么拆东西啊？我帮你。啊！我来偷用这些木头了。可是这个楼梯没有那个选项出来，那就硬敲把它敲掉啊！拿斧头敲不是吗？它有个叉叉说不给敲、欸，哎，哇！你是不是一个垂直的样子然后叉叉？对对对，哦，那我要垂直，是不是？不能修理，它是不能修理，所以就是见了就是永远就只能这样了。你就硬敲把它敲掉吧，硬敲看看，我也不知道。你按 delete 啊。框起来迪丽特人啊鲨鱼吗你看哦可以耶鲨鱼哇鲨鱼走错游戏了吧啊搁浅的鲨鱼啊有肉肉了吃鲨鱼肉我也吃啊鲨鱼肉鲨鱼肉藏着肉啦我以为是恐怖游戏、欸、他说蛮欢乐的啊谁在我前面砍断一棵树啊我推车都过不去是我吗抱歉我捡一楼梯我刚砍了一颗捡一楼梯哦会比较好吗、哦、我觉得不会比较好鲨鱼哦吓到我了、他动了一下是不是、欸、这好多鲨鱼搁浅哦那假的啊会不会都被野人吃掉了？这是一个食物链，那个野人吃鲨鱼，然后我们吃野人，然后鲨鱼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鲨鱼呢？感觉不会比较好啊，这个简易楼梯也不会比较好。嗯。白痴哦、喔！白痴哦、喔！哎、欸，那个车子满了、喔。哎、欸，小雨加盖完了，下一个借我一点，阿基加，阿基加，好好好，下一个是谁？阿基加，这个是谁加？这个，我刚刚飞起来耶，那是泽平，那飞起，阿基加还差20个，泽平的价这么高、哦，对，我先帮阿基盖完，阿基好，买多个，反正你这石头会挡，没力也没力，再加哦，啊，卡大了。我现在都是边捡石头回家，边拿木头回家。天黑了，天黑了，找不到乌龟。你自护嘛，带了一个、啊。对，都已经下雨了，好可惜哦，不然就可以有那个了。对，不然就可以有那个啦，干净的水源。啊，对呢。嗯。其实真的我很想吐槽嘴，你抬头不就好了？对啊，对啊。我那时候玩 Rift 的时候，就第一天下雨，又说我口渴，哦，抬头就好啦。抬头就有得喝了，对呀、啊，真的。要说不能喝，我快渴死了。不打算用车吗？没关系，现在车都有人用。就是人家那种骑兵跟步兵，我当步兵就好了。来车来的。我、哦、看到那边木头了。收到了，你怎么倒这边？有的树一倒就倒很奇怪，那个树打到萤火会爆掉。哦，真的哦，啊还好啦，我们家附近没有树了。反正萤火都爆那么多树，我们旁边已经没有树可以砍了，剩下泽平的最后希望了。来了，把泽平的树砍了。是我家吗？对啊。不要，那是我家。我刚刚把鸟打爆之后，它直接变成一堆羽毛，笑死了。这个要对齐很难、啊欸。我肚子饿了，我是不是应该要做我的正职了？对，对你应该做一下。好，我来。啊，肉呢？新鲜的肉呢？我要没有肉啊，就是没有肉啊，没市长啊，怎么会有肉？最近肉都没有进货啊。啊不是杀，不是杀很多。鲨鱼吗？他都吃完了。吃完了，我现在还在见底。嗯。从刚说的。他自家在四个就好了。好、哦。他自家在四个，那我这边够了。烧个小肉。这个东西哦、喔欸，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哎、欸，有点糟糕啦。我要帮隔壁邻居盖石头墙，气死！真的，石头墙看二邻居耶、欸，妈的！二邻居，二邻居，直接把墙壁贴在我们墙壁上面。
谁团团吗？团团啊，对啊，我。哎、欸，这叫节省空间，好不好？到时候这个萤火再往前，那可以。哇塞，快不行了啦！食物快来！我本来想说自私给你盖墙壁的、欸，哎，手更差。所以啊，我刚刚有捡几只起来放在身上、啊，帮你加叶子，好不好？快点，快快快！饿了，饿了，饿了。有三只，有三只，等一下煮好大家就可以吃。谁要吵架就把它剁下来，再加上去吃。哎、欸，小鸟，小鸟，哎、欸，我打不到鸟啦，我又对啊，为什么打？打不到看，先吃个脚啊！你好猛啊！一个冲过来，哗啦哗啦就死了。哎、欸，可以吃了，这边还有一只脚，吃一下，吃一下，还有一个，先喝水，吃不到，一只脚，它还没烧好，还没烧好嘞。快了，快了，它快烧好了。野人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有新的野人、啊？下雨天点打火机不科学，不会啊，你雨不够大的话可以点啊。嗯，对啊，可以啦。我有小块的肉，可是没办法，没办法。要做晒肉架。哎、欸，晒肉架，我记得是可以烧的、啊。但是晒肉架没有完成啊。折平的，折平的，对，然后折平跟还没有吧，石头而已了。嗯、还有杰瑞的那个吧。我觉得家不是重点啊，他们食物什么时候光顾啊？还是我们太像小镇，他们不敢来、啊。我们去上面啊，我们去隔壁林，隔壁林。哦，隔壁林，我们去隔壁小镇找找看。先白天啊，先去房子里面睡觉，房子里面睡觉。他我可以去睡团团家。他现在很远、欸。走走走，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他近可以睡吗？赶路，还在赶路，快到了。团团团，借睡一下，可是冬天怪怪的嘛。哎、欸，真的、欸、家里好冷哦、喔，家里好冷哦、喔，家里好冷哦、喔。哎，团、欸、团，这楼梯是怪怪的、啊。那就是没办法，我尽力了。等人到一起睡吧，先烤火。在家里面生火了哦。哎，在家里好冷哦、喔，烧起来吧。不会，不会烧起来。真假？所以我们在家里建萤火，在家里面生一下。好，生一下，生一下。我帮你建一个，我帮你建一个萤火。我要建那个有石头围栏的。哦，你说火坑是不是？对 对, 對，好，不要敲我，不要敲我。现在哈基是不是有漏？哈基是不是有漏？食物打了是不是？食物打了，是不是被食物打了？不可以，不可以！来来来来来，食物来，快点！不要玩食物。我后面被敲了一下。来，哎呦，你回来，你回来！哇，鲨鱼头！我靠！我靠！呀，什么太冷了？我靠！我想看，我想看。死了死了死了！在这里，我在哪里？走走走，带回去。哈基家，哈基家。哇！我们可以办萤火晚会了，萤火晚会了。好帅哦！好冷哦！可以烤吗？烧一头可以烤吗？可以烤吗？可以烤吗？哎呦，后面有人，不行啊！哦，只能当装饰而已。这样带回来很恐怖，其实。它只能装饰品啊，那我带来干嘛？所以我们只能吃这只。那你有没有带鲨鱼肉回来？那、欸、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关系？我去看一下小萤火可不可以？嗯，我们等一下可以大家一团人一起过去啊，顺便去找屋。谁？是谁？谁？我没有动斧头，赶快！赶快帮忙盖啊！我在劈人。哎、欸，不行哎、欸，鲨鱼头不能烤哎、欸。啊，装看要不要表框吧，看要不要表框。等下，那边，哈基，什么啦？哎、欸，不是啊，哎，野人哎、欸，刚刚什么食物？有啊，我在砍啊，我在砍，我在砍。饿了，快，需要手。去，这、欸、大萤火可以烧吗、欸？不行，烧一头那个旁边，可以用烧一头打人，烧一头打人啊，烧一头打人。白痴啊！烧一头有点太笨重了吧？你看。有了，这里有食物，可只有四只大萤火哎、欸，我肚子好饿哦，我也是，我也好饿、哦，赶快睡觉吧。我们先睡觉吧，先睡觉。对啊，大家好，先到房子里面睡觉。可是这样我。全部都在他房子，棉签。哎、欸，大家都在团团房间睡觉。我快饿死了。我先吃一下了，我先吃一下。我睡了。我去睡了。我要去睡了。存档按什么 C 吗？我也要吃一下。按 C。好，等一下，我先吃一下啊。只有我能存。按 Z。没有，我也可以存啊。鸡跟力嘛。我要自己的，睡觉。哈基快按 Z。快灌，大家又要冷死了。我的画面变白了。快！我再生一个，！快点，是谁？谁？哇！睡哦。好。睡啊。哦，狩猎了。美丽的早晨。不好意思，昨天宵夜吃太多，早餐都没了。早餐没了，自己、那個。我喝个水。我要来借木头去盖我房子了。我先去家里面先
捂好我的萤火，这样我回家才不会太冷。选镇长安排职业，没有，我们现在不能安排职业，我们现在全部都要去狩猎。对，我肚子好饿哦，没人头嘞，人头嘞。对啊，走啊走啊走啊，来狩猎狩猎狩猎，狩猎了狩猎了狩猎了。走走走走走走，去哪里狩猎？上面上面有房子。哎，那我们是不是有人要推一个推车啊？感觉尸体可以放在推车上。那我推推车好了。啊，这边有一台。我推推车好了。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对对对，来上吧，来跟着我走，快来来，走走走走，好，走走走走走，出发了，我们讲话要，都吵了，吵了，哎，跟着谁走？这都已经就算了，你还在那边推车用人了，还在推推车堆尸体，太不尊重啊！这边有芦荟，这边芦荟。哪里？踩踩踩踩踩！哪里？我也要芦荟，我需要芦荟，有，我都在踩路上已经有。这个吗？会有一个标示两个两这边这边这个这种哦，哎，我看到野人了，看到两只野人，神武，神武，来了来了，我推车来了，推车来了，推车来了，用车撞他们。来了来了，我这里这里有来了，飞机飞机场吗？这是飞机场哎，这是我们刚吃吃的吗？对啊，这是我附近而已啊，这边啦，鱼这边，哎，这是我那一台。飞机上有便当，快吃！音乐在哪？你赶快去吃。找杰瑞，找杰瑞来了。你被打死了。杰瑞来了，我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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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推车推来了，推车推来了。这有树枝，这有树枝。你可以把，等等，你可以把音乐推在推在上面吗？救我！救我！你可以救。我去救音乐，我去救音乐。救我！这真的很多只哎！等下等下，我的鞋太……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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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来我起来！哎，我还在飞机上吃便当哎！你不认识？你在哪里？有有有！等下这种搬不起来，女人怎么搬不起来？我搬搬搬搬！还没死吧？还没准备死透？哎，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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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还有还有！好呀，我看一下能不能放推特上，看一下可不可以？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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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可惜！一人扛一个，一人扛一个回家，一人扛一个回家，一人扛一个回家。我想一人扛一个也够了啦，我扛回家，我扛回家。你说把它分尸之后吗？对啊，可不可以？分尸之后试试看，哎，试试看，试试看，分尸之后不是会存到背包里面吗？先分一只就好，先分一只就好。先分一只，先分一只。啊，我断了，脚断了，脚断了，飞出去，腿飞出去，腿飞。好，来来来，哎，在哪里，在哪里？肢解会存到身上啊？这里，这里，存到这里。对啊，肢解之后可以拿在身体上面啊。那不是还有身体吗？啊，你说躯干是不是？哦，好，你头飞出来了。哎、欸，不行哎、欸，他只能放建材，他居然不能放野人，可恶！啊，设计失败。野人是食物，不是建材啊。可以吗？哎、欸，可是他有选项，跳不过去。是放石头啊？拿钱，是石头啊。T I C 吗？哎！按 R 可以换，可是哦有有有，我看到野人。哦有可以有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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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怎么样？怎么样？等一下，拿了，可以啦，可以啦。等一下，哎，你们先不要动，我要照相，这是什么鸟画面？等一下，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等一下啊，等一下啊。选不过去啊，那边嘞，选不过去，选不过去，盖好，盖好，不行不行，为什么？可恶，这表示只有一个 dead body 在。啊！要飞出去了，去哪了？哦，在这。所以好像不能放脚。啊！只要你身上有一只完整的，不行哦。这一定是 bug， 这一定是 bug， 这一定是 bug， 坏掉了啦！我身上有一只完整的，不可以放。飞走了啦！你们先拿回去吧，先拿回去。好啦，好，那拿回去，先拿回去，先拿回去。我顺便，那我就收集一。那团团等我一下，团团等一下，我想坐上去。不要带着野人到处跑。可怜的，拜托。扛回家喽！我收集大石头放在上面，我收集大石头放在上面。好啊，好啊，好啊！我要先回去喽。你先回去，你们先回去。我布这边布哪里哪？哎，好有布哎！但是布会自己生啊？你要重生还是怎样？好像会哦，因为我记得刚那边。那要不要剪绳子？我听说绳子不是很重要。嗯嗯，到房子里面看一下，应该还看啊。布好像也很重要，因为布可以做绳子。对，有鸟有鸟，分解分解分解，一只腿呢？哦，在这有小鸟了，在这。啊，可恶！哎，没有绳子。哦，他自己收起来了，他自己给你。
这里推有。我听到野人的哀嚎声，每次都飞出去都不知道去哪里。不过其实也还好啊，因为野人也是吃我们啊，我们好多东西啊，就互吃啊。一小个火堆那边那么多东西在干嘛？一堆手吗？你的手脚头在上面。原始食人族vs文明食人族。对对对。到底谁会获胜呢？火堆是不是没了？他还有还有他季家前面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哦。不是太可能太满。季家前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太满了。